家好，我是摄影师张千里。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集关于滤镜的使用技巧的视频，但是依然有很多小伙伴在后台留言问滤镜在凑光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考虑。还有呢，像 CPL 我们在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会通过一些实战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细节操作是什么。那么就开始吧。我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到底该使用哪一档的 GND 滤镜。首先 GND 滤镜呢是一种从上至下，从深灰色慢慢过渡到浅灰色，直至过渡到透明的这样一种光学滤镜。它的作用呢是压暗画面中某一部分的亮度，比如说最常用的应用案例就是压暗天空，让天空的亮度和地面的亮度比较接近，更容易曝光。那我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是天空有亮有暗，它和地面的亮度的差别也会有大有小，到底该用哪一档的滤镜呢？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测光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下面以我使用的索尼微单相机为例，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该如何曝光。这里是枫叶国安大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号称世界第三大瀑布。我在这里使用了奈斯 15mm F4 的广角镜头，滤镜系统呢是奈斯 V7 支架和100mm的光学玻璃滤镜。首先我们把相机的曝光模式调为光圈优先，设定好合适的光圈档位，比如说 F11， 然后把曝光补偿归零。这个时候天空的亮度和前景的水面的亮度其实表现都不好，天空太亮，水面又太暗。那么我们要使用渐变灰滤镜去让天空能够变得更暗一些，与水面的亮度更加的接近，这个时候曝光才会变得比较容易控制，我们也能够尽量多的去保留层次和细节。那么具体用多少档的 GND 滤镜呢？其实很简单，这个时候我们首先降低曝光补偿，让天空达到我们觉得舒服的亮度，比如在这儿我们降低了 1.7 档。什么叫做舒服的亮度？其实就是我觉得好看的亮度，这个是个主观的标准。现在的微单相机直接在屏幕上确认就可以了，如果觉得 LCD 显示效果不理想，可以用 EVF 来确认亮度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调整曝光补偿，进行加曝光，让水面的亮度达到比较舒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增加了 1.3 档， 1.7 加 1.3 就是3档，所以呢，我们会选择一片3档的 GND 滤镜。在滤镜档位的标识上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0.9、1.2 这样的表示方式，每 0.3 档为1档，所以呢，3档的 GND 滤镜就是 0.9。我们向下调整滤镜的位置，让中间的分界线能够正好压到地平线上面，让整个亮度的变化看起来呢是比较自然的。因为渐变灰滤镜会分为硬渐变和软渐变，它们的区别就是在滤镜的中间是否有明显的分界线。像这种在地平线上面有一定景物的场景，尤其是有水汽的场景，我们需要使用到的是软渐变，不然硬渐变就会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这个就不太自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不要使用曝光补偿呢？其实天空和地面的亮度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是使用了 GND 滤镜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使用曝光补偿了，因为 GND 是用来调整天空和水面两个局部的亮度的，但是对于照片的整体亮度需要用曝光补偿来控制。你希望整张照片亮一些或者暗一些，简单的调整曝光补偿就可以了。大家请注意，我们在使用滤镜的时候压暗了天空，天空的亮度和水面的亮度会比较的接近，所以呢，我们按照水面的亮度来进行曝光，理论上这样的曝光就是正常的。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稍微再亮一点点，水面的细节可以再更多一些，那就再提亮 0.3 档吧。然后用 ND 滤镜来放慢曝光时间，并在日出的暖色阳光照到升腾的水汽上的时候按下快门，获得曝光舒服、动感合适、色彩漂亮的风光作品。这就是使用 GND 滤镜计算曝光的方式以及曝光调整的一些知识要点，请大家拿出小本本把它记下来。刚才也提到一句，用 ND 滤镜来放慢曝光的时间，那么对于 ND 滤镜的档位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技术要点吗？ ND 滤镜的作用是减少进入镜头的光线，从而延长曝光时间，并对画面中运动部分的虚化进行控制。那么长时间曝光是不是必须使用 ND 滤镜呢？答案是否定的。当光线足够暗，快门速度足够慢的时候，可以直接拍摄，这并不需要使用滤镜。但是当光线依然是比较明亮的状态，我们又希望使用比较慢的快门速度去拍摄的话，用 ND 滤镜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手段。用多少档的 ND 滤镜是合适的呢？这个要根据物体的运动速度
和你想要达到的虚化效果来决定。大的原则上就是运动速度越慢，我们需要使用的 ND 滤镜档位就越高，运动虚化的程度越高，我们需要使用的 ND 滤镜的档位也越高。一个比较常见的应用案例就是我们在拍日出日落的时候，如果在水边拍摄的话，经常会需要通过慢速快门让水产生被抚平的虚化的效果，快门速度最好能够达到几秒甚至是30秒，这么慢的快门速度才能把这些湖水拍打岸边这种比较慢的运动给抹平了，让波浪水纹产生云雾状的效果，太快的快门速度是达不到的。那么具体该使用哪一档的 ND 滤镜呢？我们还是可以用奈斯滤镜曝光计算器这个小程序来计算，比如不使用 ND 滤镜的基础快门速度是 1.3 分之1秒，如果我需要快门速度达到6秒，那么调整滤镜的档位直至最下面的快门速度显示出6秒即可，这个时候是 ND8， 也就是三档的 ND 滤镜，是不是很简单？在拍摄过程当中， ND 滤镜的档位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太阳还比较高的时候，光线比较强烈，我选择使用的是 ND1000、10档的滤镜，当太阳慢慢落下去了，光线越来越微弱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曝光速度都会超过30秒，我们也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的档位。其实在目前的这个场景当中，几秒钟的曝光和30秒钟的曝光拍出来的效果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为了提高拍摄效率，我们会选择把10档的 ND 滤镜拿下来，换上6档甚至是3档的 ND 滤镜，既达到同样的效果，又能够提升拍摄的效率，让我们在日出日落那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多拍几张照片。我们接下来看看 CPL 的作用。 CPL 叫做偏振镜，用来消除大自然中的偏振光。那么偏振光存在在哪里呢？天空当中有很多的偏振光，使用之后呢，能够让天空的蓝色变得更加的纯粹，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在拍摄风光的时候，岩石、树叶、木头上面，尤其是被水打湿的地方，都会存在这种偏振光，会让石头、树叶显得发亮刺眼。我使用了 CPL 之后呢，可以减少这种发亮的情况，露出石头、树叶本来的颜色。奈斯 V7 支架的 CPL 的安装呢，非常的友好，只需要轻轻的一转就可以了，比传统的设计呢要方便太多了。使用的时候要慢慢转动 CPL 的角度，并且呢从取景器里面仔细观察反光的消除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它可以用来调整水面的反光，请注意我说的是调整而不是消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它给消除掉，而有的时候我们则需要让它变得更加的明显，从而达到我们的某种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当我们进行长时间曝光的时候，我们希望水面在那里不断的波动，最好不要是一成不变的，水波纹就会带有反光，这个反光在长时间的曝光中能被记录下来，就是这种像牛奶一样白白的被融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使用长时间曝光的时候，我通常情况下面会使用 CPL 滤镜来增强水面上的反光，从而达到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抚平水面增加柔化的效果。好了，今天的这波细节操作大家是不是学废了呢？有不清楚的欢迎给我留言吧，我们再详细的沟通。之前的几集滤镜相关知识的视频也欢迎有空的时候多看几遍，结合本期节目相信会更加的有帮助。我是摄影师张千里，我们下期再见。